在我看来呢，这一台 A7 呢的造型真的是360度没有死角，都很漂亮。但如果真的要去选一个我最喜欢的角度，那一定是它的正侧面。像这种掀背车型，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线条，车顶一直到车尾连成一线，它是中间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折点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奥迪 A7 呢给它一个双腰线的设计，第一条过门把手，第二条在后门的地方才会出现，然后一直到车尾。而且留意一个细节，它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好像是宽体的那一种设计，它这个整个东西是有个很大的弧度的，在宾利的上面呢就很喜欢用这种设计啊，现在奥迪也自己拿来用了，真的是非常漂亮，显得它屁股特别的丰满。为侧面加分的地方呢还有这个轮子，因为这一代 A7 呢它轮拱的设计是非常大的，因此它要塞进一个非常大的轮毂，它才能把它填满。那么这台车呢原车就标配20寸的轮毂，而这一台还选装了一个21寸的轮毂，非常的夸张。而且它轮胎的扁平比已经去到了35，就已经非常扁了，就已经超跑级别，所以说整体看起来效果是很饱满很漂亮的。另外呢你可以注意到里面它的刹车卡钳已经用上了六活塞的刹车卡钳，也同样把这个轮拱真的填得满满的，非常的有力量感，很漂亮。在这一代的大众集团内部啊，能用得上贯穿式尾灯的车型呢，通常它的地位都是比较高的。你看保时捷全系现在基本上给你换上了， Macan 都会有了。而在奥迪家族内部呢，这台车没有出之前只有 A8 才有。其实 A7 这款车呢它是脱胎于 A6， 它其实在 A6 基础上变种过来的，但是呢这个尾灯的加入其实就已经告诉你 A7 跟 A6 之间地位之间的差别了。那有了这个贯穿式的尾灯，就意味着它会有那个 A8 上面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着车的时候的动画展示，你每次解锁车子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动画出来。但呢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bug， 如果我作为车主，因为这台车是用有无钥匙进入的，钥匙放在我的口袋里面，我只要走过去解锁车门就可以把这车子解锁，但是我就看不到前灯跟尾灯的这些动画展示，就非常可惜。其实要解决这种尴尬呢是很简单，你看宝马甚至你说传奇的 GS5 它上面都会有一个功能，你只要手里拿着钥匙你接近它，它就会自动解锁，那不就是能让车主自己能每次上下车都能看到吗？这就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案。但然而这台 A7 上面却是没有的。但如果我硬是要享受这种效果，同时呢我要让我旁边的朋友看到这种这么有逼格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呢？买一台 A7 呢它还能满足一个小男生的愿望，就是能让你拥有一个电动折叠的尾翼，打开以后 Magnificent。掀背车型呢为了照顾它整个流线型的设计，它其实牺牲了整个后排的头部空间的，但是呢却换回来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尾箱。其实如果你有开过上一代 A7， 你会发现那一台车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台 A6， 开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属于一种比较油腻中年大叔型的。那么现在改款以后的 A7 会不会有一些改变呢？但事实证明是真的，我想太多。这台车先不说它开起来怎么样，我坐进来你跟我说这台 A6， 我都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一模一样，太像了，就没有一些 A7 自己就显示出它身份的一些东西。包括这台车它的一些用料，我感觉比我们上次借回来那台 A6L 的高配车型还要差。你比如说这些皮质真的是挺 low 的，而且你看这个顶棚啊，用的还是跟那种 A3 A4 差不多规格，就很粗糙的那种面料，就你看起来你就不会感觉这个车有高级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如果你要去选装那个 Alcantara 的那个内饰的话，你还要多花钱进去，我觉得对于这台车的基础价位来说，我觉得这是不应该，你应该给我标配才对啊。那么抛开这些吐槽啊，就回到这个车子本身嘛，这套内饰我是挺喜欢的，这个三屏式设计把所有东西都综合在一起了。现在很多车评人很喜欢，你看到这种完全没有物理按键内饰，他说啊不行，
这种肯定没有手感啊、不如的节物理按键，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这样子上纲上线。你实际用上这一套双屏的这么一个设计，它其实无论是从整个逻辑的分配，还是说它实际按上去那种接近物理回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挺棒的。而且它整个速度是非常的流畅，而且分辨率也很高。其实对于奥迪这一套三屏式的设计，我是完全不抵触，我觉得真的挺好用啊。那么一些 A6 上面的一些问题啊，它也延续下来。你比如说后排的那个坐垫还是短了一点哦。说到这个遗传病啊，还有一个就是这台车的储物空间，特别是在中控这一块，如果你要手机，特别像我两台手机的话，你要去放的话，你只能去放这个杯架，而且这个杯架本来就不是很大，所以你的手机是要硬卡在里面。哇，这感觉好痛苦，我的手机都快被挤爆一样。在开起来的部分呢，就跟它类似一样，也是完全的一个调性，就你不会感觉 A6L 跟 A7 它会有多大区别的。这台车呢，它可能就是在 A6L 的那个基础上的避震器再硬那么一点点啊，再有运动感多一点点，就仅此而已的改变。实际上的整个体验都是十分的类似的。其实这个也符合奥迪一直以来对 A7 的一个定调，它就是要做一台 Coupe 版本的，一台很帅很年轻版本的 A6， 就这么样子，开起来没有必要做太多的改变。但如果你纵向去对比，你会发现这一代无论是 A6 还是 A7， 它都像拿吸油纸吸过底盘的油一样，现在这个底盘的感觉啊，真的是清爽了很多，它响应快了，而且呢不会再出现以前那种啊这样子过坎，是不是这样子聋啊广东话叫做那种情况出现了啊。现在呢是真的有点那种运动车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呢还是以舒适为主，就舒适这个大前提是不能变的。但奥迪虚的这一个东西呢，它还是客观存在，就这台车呢它不会给你特别强的驾驶欲望，就是还是那一个问题，就是人跟车之间的沟通不够多，虽然说比以前好了。然后这台车的动力很强，340匹，500牛米的扭矩，3.0T V6 的一个发动机，然后再配上了一个48伏的电机，所以这台车其实它的动力如你所期望的真的很强，配合这个夸丑四驱，起步真的一点都不打滑。但是呢这个车子跟以前的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双离合的大马力车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了，现在开起来竟然有点像是电车，特别是你静止起步的时候，首先在耳朵上面你会听到那个48伏的工作，有些电机的声音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呢，它整个调的动力系统真的太平顺了，就它那种持续的加速度它是平均的。再者呢，我要提到这个48伏的这个电机的功能啊，现在啊当然说只有3.0这套东西才会用上啊，像 A6L 那套 2.0T 目前是没有的。那个、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其实它就是让这台车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台车在55公里到160公里这个时速区间里面，它只要侦测到你是走直线，而且前方远处是没有车的，并且电机也够电的情况下，它就会把发动机给关掉，就相当于一个用电机去做一个持续的滑行，这么起到一个省油的作用。那么这台车呢，我这么几天正常使用下来，它的百公里油耗能做到11出头，大概11.3-11.4这么一个区间吧，我觉得是非常省油了。对于一台 3.0T 而且能给到这么强的动力感受的车子，给我说我这个油耗我是满意的。当初奥迪把这个48伏的概念扔上 A8 的时候呢，曾经也宣传过用上这么一套东西，其实会让你更加的喜欢用上自动启停，因为这套东西能让自动启停更加的无感进入工作。再有呢，就是这台车的变速箱啊，我知道大家可能一听到七速双离合你就心里面就怕怕，但其实真的不需要去担心，这一台众志的七速湿式双离合可以说是目前市面上你真的能买得到最顶尖的那批双离合。它整台车无论是它的换挡的平顺性，还是说你之前一直担心的像什么低速的时候的异响啊，或者说低速的时候的顿挫感，它都没有了，就你所认知的双离合的问题它基本上都给你通通给解决掉，而且还做得非常的好。
就它的实际的表现已经是很接近于市面上就比较顶级的那一种 AT 变速箱的感受了。在拿到这台车之前呢，其实呢我有上网去看一些关于 A7 的一些测评，上面他们都提到一点，说这一台车它的隔音会比较好，但我实际自己拿回了这台车去测试了一下，发现没有大家说的这么好。首先我能理解这是用的是无框式的车门，它天生的密封性就不如那些有框式的，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呢，这台车既然在时速超过100公里以后呢，在我逼住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就是这个位置，它是有点漏风的，有听到发发发发发发发那些风响，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你要考虑到这台车可是一台 A7，你要知道我的那一台 C7 上面都没有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就让我想起了 C6 C7 那一代的 A6， 那个年代的奥迪也是这个地方漏风，但是这一代 A6L 其实已经很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它隔音已经做得很好，但在 A7 上面反而又出现了这个问题，是让我有点费解的。那么最后呢就是价格了。这一台车呢是全系最顶配的车型，其实它就两个配置，但它的要价已经去到了87万。如果你纵向去对比跟它的小老弟 A6L 去比的话， A6L 买相同的动力总成 3.0T 的，再买个顶配的车型也只需要66万，两者的价差已经去到了21万。多花21万我买一台配置更加低、空间更加小、隔音更加差的车型，真的是有点贵。我只能说泡女神还是要有代价的。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外观，你不妨等一下它的 2.0T 版本，我相信以后肯定会引进的，性价比更高。即如果你话要总结一下呢台 A7 咧，佢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女神咧？佢就属于嗰种样啊好靓，哇身材又好正，但系咧你发觉佢系一个性冷淡嘅存在，就系嗰种。哇！佢呢架車可以好快，哇！可以好正，但係齋身就係撩唔起你啲人啊！你明白嘛？即係佢好似同你唔交流、唔溝通咁。呢樣嘢咧就真係諗起我哋老闆譚敬棠，真係身材好好，但係有啲性冷淡，怪唔得人哋叫佢奧迪棠。